各位观众，各位主内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现在我们要讲罗马书第十一课，是讲罗马书第五章从十二节到二十一节，它的重点是讲因信称义的根基，因信称义的根基。我们已经从第一章十八节开始讲因信称义的需要，然后第三章二十一节开始讲因信称义的道理，从四章一节开始讲因信称义的表样，从五章一节讲因信称义的结果，那五章十二节开始讲因信称义的根基。简单的说，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一人生命中的赏赐，耶稣基督一人的拯救，使我们得因信称义。但是保罗经过一段的论证，讨论了一些问题，那么我们因为亚当一人所带来的不幸后果，被耶稣基督一人所带来的有福境界所取代。那他讲论这个的时候，里面有一些不太容易懂的地方。那现在我们就先来看五章十二节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是相当不容易懂的，好，我来念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我希望各位都想一想，这一节容易懂还是不容易懂？我再念一遍，各位要想，想的什么问题呢？想的问题是，到底死为什么临到众人？我再念一遍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死就临到众人，前面有于是两个字，后面有因为两个字，这产生不容易懂的原因。如果我们从上面看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那么原因是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从罪来，于是死临到众人。所以因为亚当一人犯罪，死就临到众人。但是后面又有一句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如果我们只看后面，死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，所以到底是一人犯罪还是众人犯罪的结果呢？这一点我们需要先有一点说明。一人犯罪，那就是亚当一人犯罪，于是死临到众人。今天全世界的人都面临死，当然一种是灵性的死，一种是身体的死。亚当一个人的犯罪，如果用比较神学性的名词，叫做原罪，原始的罪。众人犯罪，就是每一个人本身所犯的罪，叫做本罪。到底是因原罪，亚当的原罪死临到众人，还是众人的本罪死临到众人？到底罪怎么归算到人的身上？
这叫归罪论啊。怎么归？归罪论就有不同的讲法啊。这个讲法很多，我只提三种。其实三种里只有两种比较重要，一种是做参考而已啊。这个原罪本罪啊，应该是第四世纪啊，第五世纪圣奥古斯丁所开始使用啊。那原罪包括什么？原罪包括亚当犯了那个罪，然后罪的诠释或者说罪的律就临到人的身上，所以罪的律住在我们肉体里面。也有一种名词叫做罪的本性或者罪性。原罪是亚当犯的罪，带来罪的诠释，罪的律，人就有罪性，然后就产生了罪疚，在神面前有罪的刑罚，这种都是原罪。那么是亚当的原罪让我们临到死，还是我们的本罪，众人都犯了罪，自己犯了罪啊，自己有犯罪的过犯，罪过，有犯罪的行为，罪行呢啊。那么三种讲解里面，第一种是错的，不过要提出来。第一种讲解叫做榜样论啊。榜样论的意思就是亚当做了人类的坏榜样，那么我们都会学亚当来犯罪，所以亚当一个人犯罪带给众人坏榜样，学着犯罪，那么前面因一人犯罪死临到众人，所以后面说众人都犯了罪。这个榜样是不恰当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万一有人没学着坏榜样，那岂不是他不死了吗？那世界上没有不死的人，也就是没有不学坏榜样的人，没有不犯罪的人。那么每一个人不但是学亚当榜样坏榜样而已，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有各种的恶念啊，有各种的贪婪，有各种的虚假，所以内心已经被罪的律所控制了啊。这一个是世人存在经验的事实，我们不是内心都清白，只是因为坏榜样所带坏的啊。那最有名讲这个道理的，那是第四、第五世纪的柏拉修，一位英国的基督徒柏拉修。不过他就被圣奥古斯丁强烈的批判啊，反对。所以榜样的说法不在教会中被接受了。那么下面我们要提到的有另外三种，还是三种，榜样论不算的啊，三种。那第一种呢，是圣奥古斯丁所支持的啊，他说简称为实际论啊，就是实际犯罪，亚当一个人犯罪，然后众人也实际参与亚当所犯的罪，这叫做实际论啊，实际犯罪。那你说这个怎么讲解啊？亚当犯罪的时候，我们亚当的后裔都还没有存在，怎么亚当犯罪，众人也实际跟着犯罪呢？啊，他是这样解释啊，因为在这里啊，希腊文是有特别用法的一种可能啊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，因为这两个字啊，直接翻译的话就是在他里面众人都犯了罪，在他里面啊。不过通用语翻成因为，
可以翻成在他里面。所以奥古斯丁说，亚当一个人犯罪，众人在他里面，在亚当里面也都实际犯了罪。亚当悖逆神，吃了神说不可吃的果子，后裔每一个人都在亚当里面也参与了悖逆神吃不可吃果子的那个罪。他的解释第一，他说希腊文的文法里面，因为是可以翻成在他里面，那么这个原则是没错。第二个，他说希伯来书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讲解，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，亚伯拉罕献的时候，利未的子孙利未的后裔，就是祭司家族，包括亚伦，包括其他利未家族，也在亚伯拉罕的身中献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。所以麦基洗德是大过亚伦祭司等次，他这样论证了。论证为什么亚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超越过亚伦等次大祭司，亚伦是利未的后裔，而利未在亚伯拉罕的身中就献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，所以麦基洗德比利未大，比亚伦大。奥古斯丁用这一段讲解说，亚当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就在亚当里面等于犯了罪，这叫做实际犯罪论。那么这一种说法有一点点困难，在哪里呢？第五章第十三、十四节，我念各位就知道了。五章的十三节，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，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。这里讲不跟亚当犯一样罪过的，也在他的权下。那么所以不是跟亚当犯一样罪过的，这是明显跟奥古斯丁讲的我们跟亚当犯一样罪过有冲突的地方。所以奥古斯丁的实际论现在也不是那么盛行了，不流行了。好，那这里附带解释一句话，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这话的意思我们要解释，不然容易产生误解。罪也不算罪的意思是罪也没有被计算的清楚。他的意思不是罪不算罪，罪要不算罪，那从亚当到摩西人就不死了嘛。所以罪是算罪的，只是罪没有被清楚的计算出来，但是还是罪，人还要死。举个简单例子吧，如果一个小偷他跑到珠宝店把所有珠宝都偷走了，那以后被抓到了，那抓到了当然要把珠宝要还了，那还要看他犯罪多严重啊。那他也不懂珠宝值多少钱呢，那法官也不懂啊。所以到底他偷了多少的价值，需要专家珠宝鉴定专家来判断，然后就计算下来你偷多少抢多少。没有律法之前人犯罪了，可是没有律法把他算清楚，律法就把罪给算清楚了。所以从亚当到摩西，律法还没颁布，人犯罪虽然没有条文清楚的计算，但是罪还是罪的死就做了王。好，那么第一种实际论现在也不大说了，因为再加上我们讲过
在它里面这个希腊文的形成了惯用语，惯用语就是因为的意思，因为是最好的翻译，所以不要把它分开，把因为变成在它里面。好，那么现在剩两种啊，那这两种呢，目前福音派的基督徒都有接受的啊，一种叫做代表论，或者盟约论，啊，或者直接归罪论，啊，这是改革宗系统比较多用的看法啊。另外一种啊，一般叫做半直接归罪论，啊，比直接少一点点，所以叫做半直接。好，我先讲直接归罪论，啊，盟约论或者代表论。这话的说法就是亚当是全世界人类接受试验中的代表，啊，亚当所做的结果会影响全体人类，啊，举个例子啊，比较容易懂。比方说甲两个国家打仗，甲国乙国打仗，啊，打到后来甲国打胜了，乙国打败了，那要签合约，啊，签合约不需要乙国全国人都来签，派一个代表就好了，双方都派代表。当这两国代表签了合约之后，两国全国人民都遵守，那么所以代表签了约等于全国的人都签了约啊，这叫做代表论啊，或者叫做盟约论啊。亚当就是代表，当亚当接受了魔鬼的建议，背逆了神的命令，等于代表整个人类说我已经降服于撒旦的魔鬼的试探诱惑了，我背逆了神，那所以每一个人生下来都在这个盟约里面，所以上面说一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所以众人就都犯罪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啊，这一种盟约代表说法，当然讲到这里说，为什么那一些婴儿如果夭折了，啊，婴儿根本还没有懂得事情，啊，他夭折了他也会死，啊，因为他在这个盟约里面。然后有一些啊，或者白痴，他没有办法辨别善恶是非的人，他也会死，啊，因为他本来说起来罪好像不归在他们身上，所以这里就表示所有人类因为亚当的代表，包括了早逝的婴儿，包括了不能辨识是非的白痴，也都在亚当里面承受这个死的结果。好，这是一种说法啊。不过等一下我要说啊，有一些偏激了，从这个说法里偏激出去之后会产生了普救论啊，等一下我要说明。那现在我要讲另外一种啊，半直接归罪论。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半一半是指着亚当犯罪，他是把罪的律或者罪的诠释或者罪性啊，归给了所有的后代，是直接归的，所有后代都有罪性，罪的本性，都被罪的律捆绑，都被罪的诠释影响。那么所有有罪的律、有罪的本性、有罪捆绑诠释的影响的人一定都犯罪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不犯罪。所以亚当是罪性直接归给人，而人是自己
去犯了罪行。原罪里面的罪的诠释，亚当直接归，而人因为罪性自己一定去犯罪，这就是半直接归罪论。那么半直接归罪论说明一个问题，说保罗讲的是正常状况下的情形，不包括了婴儿，不包括了白痴在内，是正常情况下的人，世人都犯了罪。那么这两种说法，今天在福音派的基督徒中间都有人接受的，你可以好好思考，来了解哪一种你接受的，一种直接归罪论，一种半直接归罪论。直接归罪论，亚当不但把他的罪性归给人，而且亚当他代表了人，所有犯罪的结果都是亚当所带来的，他是盟约的代表，他一个人就让众人都活在这个盟约里面。那么另外一种呢，叫做半直接归罪论，是亚当一定把他的罪性归给后代，每一个有罪性的人一定都犯罪行，一定都会犯罪。所以第十五节的上面是一人坠入了世界，后面是众人都犯了罪。那么这两种各位可以好好的去思考去了解。那刚才我提到说容易产生普救论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你接下来看接下来看都是亚当一人与基督一人的对比，亚当一人产生了罪和死的结果，那基督一人产生了义和生命的结果。那么如果亚当一人必然产生后裔罪和死的结果，是不是基督一人也必然产生义和生命的结果给全世人呢？亚当罪和死是给了全世人必然结果，那么基督的义和生命若必然也临到全世人，那表示全世人至终都要得救了，那都要得救，那就变成普救论。这一种说法不当的，不对的。为什么不对？不对的原因也不难，因为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是总结前面的讨论，从一章的十八节一直讲到五章的十一节，都强调因信称义，强调因信称义的需要。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义人，因为这个世上都犯了罪，都需要称义。然后讲因信称义的道理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。然后讲因信称义的表样，讲亚伯拉罕，讲大卫，都是因信称义。然后讲因信称义的结果，带来了心灵的平安喜乐，永远的荣耀。但是最后结论怎么讲到最后就是变成普救论，不信也得救，这样子是完全违背保罗前面所有的讲论，所以这是不应该发生这种情况的。所以这里不能够这样推不能够推成耶稣一个人的义和一个人的生命
带给全世人必然都称义，都得生命。何况很多保罗书信的经文是明显反对普救论，比方说贴后一章8到9节啊，那里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8到9节，保罗说主耶稣从天上显现，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，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啊。那么还有的我不念了，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0节一样的啊。那么还有约翰福音3章16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是有灭亡的啊。那么圣经还有太多经文，到启示录最后那里也有那与神隔绝境界用硫磺火湖描写啊。那个时候人背逆神，不信神，要永远与神隔绝的。所以圣经里面不是讲普救论啊。那么这边讲亚当一个人带给世人影响，耶稣一个人带给全世人影响，这个是相似的方式，而不是相等的方式。一人影响众人，不过称义神要我们因信耶稣基督，接受耶稣基督。所以今天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各位。